生命的开始和结束都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，然而不管我们如何来到世上，最后又如何离开，生命的本质与价值都是珍贵的。这生命并非我们自己所创造的，我们没有放弃的权利，我们乃是生命的管家，要完成造物主对我们人生的托付。尽管生活中充满各样的阻碍，仍要努力往前走。当有一天生命走到了终点，
我们才能对上帝说，我们没有白走这一遭。如同使徒保罗所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这是何等美好的宣言！神的话也告诉我们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在人生有限的年岁里，不要只把眼光放在短暂的今生，我们要追求那属天的永恒。与永恒的时空相比，我们的生命如同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。何苦让自己困在患得患失的忧虑？何苦让自己陷入得失之间的纠结？让我们学习做主的门徒，对生命将有截然不同的看法，并且深知生命的一切完全掌握在神的手中。Thank you.
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，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。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，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。彼得前书1章20至21节。